Hello， 小红书宝宝们，你们好！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，一晃眼就是五月份了。你们有没有放假？告诉我有没有放假，反正我没有放假。五月份一到，哎，就是要送礼物的节日，就是520啦。推荐给你们这个礼物，非常非常好用。这个就是阿玛尼麦味香水，你们应该不陌生了吧？啊哈哈！为什么要让你们送这个香水？请听我细细道来。首先呢，你们看这个瓶盖啊，它就很像一颗发光的宝石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像戒指一样的环，这个呢看起来就非常的贵气啊，就感觉这个东西挺贵啊。它整体的香味是白花香的，再带一点点很清新的橙花跟香草的味道。反正我觉得这个香水用了之后呢，就是让人觉得甜甜的呢，但是又觉得很自由很洒脱的感觉。你们也知道当时拍麦味香水的时候是在成都拍的，但是找了几个我都不知道成都有这么棒的地方去拍的这个景，还有请乐队，真的是我心中非常向往的生活，跟一些我认为的成都人那种自由休息安逸的那种生活的一种体现。那个片子你们应该也看过了吧，那会儿有点胖啊，但是呢也谢谢你们能接受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款香水就很适合你们去送朋友啊，送女朋友啊，送男朋友啊，如果他喜欢粉色的话，包括送妈妈呀，送大姨呀，都可以送。因为它这个味道它就是不分年龄层的，不会说是喷上去特别的小孩，也不会说喷上去感觉很成熟。推荐给你们啦，拜拜。